钵钵鸡。酸辣猪蹄，哇！颗颗弹弹，味道超浓，看一下这个蹄筋。酸酸辣辣的，特别好吃。剁椒鱼子虾，冰点蓝莓，特别甜，夏天吃起来超合适。
司米莱老板。里面夹着一层紫米奶酪，上面满满的葡萄干、蔓越莓、核桃仁，嗯，口感超好。